啊，怎样在平台里啊搜索你需要的学习内容？我们这个平台啊，这个录的视频呢，应该有600个关于学习的内容呢，关于学习内容，高中数学，大多数是由我亲自演讲的啊，这些题目啊。这个选材呀，主要来自于有2个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特征题演讲，很多都是名校的考试题演讲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主要是做一些专题讲座，专题讲座。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，可能有的同学看到以后不知道。这个怎么来选取所以我们做一些，做一个视频，专门向大家推荐一下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同学们这个学习的时候时间比较紧，是吧？因为时间比较紧那么你点开我们这个平台以后然后的话呢，你这个，暂时之间不知道过往讲过哪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一个视频，当然了，首先我们要提醒你关注，关注以后这个就不容易这个漏掉，然后按照我们这个视频介绍给大家的，可以来操作可以来操作。好吧，特别要提醒的有一个搜索键，就是那个小圈圈带个尾巴的，叫个搜索键搜索键，好吧，就说这样的请大家看下面的视频如果觉得好就点个赞啊。领红包。点开头条，点开头条然后搜索，在这里。搜索高中数学，高中数学技巧讲座。高中数学技巧讲座就在这里找到，都有很多很多技巧讲座，很多技巧讲座，找到我这个呢，找到我这个头条号技巧讲座点开，点开以后它是按照顺序。它是按照顺序讲的一些，排的一些内容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头条号里面搜索你需要的内容，点这个小圈圈儿，搜索你需要的内容。比如我这里是集合高中的，不是刚学的，是集合嘛？集合，对。搜索，你看一下，它出现的都是集合的内容。我们点开，这是这样的。我们如果来搜解三角形，
好，你看一下，我收集这是解三角形啊，你看前面出来的是解三角形的问题，你看一下范围问题，范围问题，范围问题，这就是个难点。好，比如我再来一个五点法，五点法，五点法知道什么吗？我来搜，你看，都是五点法，三角函数五点法讲的问题，五点法应用，你看，好，比如你还可以写双曲线吧，双曲线搜索，你看前面是双曲线的问题，对吧？那很多啊。好，又比如你来搜正方体，啊，搜索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关于正方体的一些问题，正方体的很多问题，你就可以选择来听了，点开听。啊，好，一边引零点问题啊，导数引零点问题，导数引零点，反正你想要的问题我基本上都讲过，你看一下前面是引零点问题，这是一个。好，又比如还可以按照地方来写啊，比如你是人大的学生，你写的人大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大啊？你看我这里有人大、人大、人大附、人大附的考试的一些题目，讲的就名校考试的一些题目啊，比如你是华附的学生，华附的学生啊。华附，来，你看，前面是华附的题目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输入关键词，看你需要什么。那看你需要什么，你就输什么，输什么找什么。比如离心力嘛，离心力，对，搜索，你看，就是这样的。前面是离心力的问题，你需要的内容我这里基本上都有，又比如你需要，比方啊，这个同构，你就先里面说同构，来搜索。你看，前面是关于同构的问题，前面是关于同构的问题啊，看到没有？导数同构的，好的。